Today, Auntie Achun will be teaching us how to make braised duck, or lu ya, and it's surprisingly simpler than it looks.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今天, 来做一下卤鸭, 卤鸭给你们大家看, 你们注意看, 这个鸭, 我买回来, 我就冲水, 我要, 放盐, 你看, 我放盐, 放很多盐去, 赏它, 来。 这鸭大概几斤了? 这只鸭, 2斤, 3斤。 嘴巴什么啊，好啊，都要拆它。啊，我洗是我的手脚是比较快啦，哈，那，啊，要连肚子里面哈，它这种鸭哈，你买回来哈，它里面已经也是有清干净了，啊，只要你要洗啊，你冲啊，你看我这样洗哈，洗盐洗什么哈，啊，我就拿这样洗，啊，好像冲凉这样啊，啊，来它的肚子哈，啊，就，啊，跟它弄一下哈。 给它的那些血什么哈啊，都啊弄出来，嗯，啊，好像这里哈、啊、屁股哈、啊、有一粒猪哈啊，我割出来哈、啊，我已经割出来了哈、啊，我弄给你们看这里割出来比较不会腥啊，我这里的油哈啊也是有跟它储出来的，嗯，好像这种啊屁股的油啊什么哈啊，你全部要拿出来，嗯，这样。 里面啊，里面那些油啊什么啊，啊要弄出来的，啊里面的油哈、啊，我已经跟它扒出来了，啊这样弄干了哈。跟那个盐不用讲，放多久了就放上去洗洗就可以了啦，洗洗就可以了。你啊，有时候哎买回来的时候哈、啊，要洗哈、啊，要赶住要用。 你就啊要啊放盐去放盐水咯，它有很多冰啊，它这个是冰冻的，冰到很硬，你就要蒸盐水咯，啊蒸了拿起来也是这样一样洗洗啦哈，这种很容易啦，啊好像啊普通你买一只鸡什么回来哈都是这样洗，嗯，啊你们都懂的啦哈，那啊这个鸭哈、啊，我买的时候没有注意看它这个脚有凹断了哈，所以这个脚哈、啊、我。 就要啊，跟它储出来，不美了。嗯，不美储出来，另外哈掺下去卤它的那下哈，卤起来好像觉得那个脚哈有一点黑黑啊，不好看呐、啊。啊，这样你割的时候要割好好，它卤起来哈不会跑到这个起来上来就好看哈、啊。啊，要不然你啊，它又这里有一个轮呢、哦，啊你要啊，好像我割到这个轮呢啊起来了哈、哦。啊啊，这样我就来卤了，卤给你们看哈、哦，来。 我放一点五香粉去啊，里面收一下。啊，大概我一汤匙的五香粉哈，啊，在里面哈。这个是啊，好像传统的卤法啦，才要放里面哈。啊，放一点五香粉啊，什么烧烧一下，你哈，比较哈，好像等一下你卤的时候，它里面哈吃不到。 它现在有稍微一点下去啊，它比较会煎得到了啦，煎得到哈，你卤起来哈，它会比较香一点。这个啊，今天这个卤鸭的材料来是啊，第一哈就是哈啊要南姜、老姜啊蒜米啊葱头，葱头是蒜粒来，它这个味道啦，蒜米下比较多啦，下米蒜米下多一点比较香。要有啊，好像那种八角吗？ 啊，还有八角啊啊，桂皮、丁香、甘草，甘草我下两条啊，它比较会卤起来哈、啊，会啊，好像一种甜味的，吃了哈、啊，有一点口感哈、啊，好像啊甜甜干干这样很好吃啦，啊，那黑酱油哈啊，黑酱油啊，五香粉啊，还有五香粉哈、啊，我现在黑酱油哈、啊，我量在一个碗给你们看哈、啊，我是这个是小碗哈、啊，嗯，啊。 这样我这两个小碗哈啊，给你们看了哈啊，比较啊清楚。这是2斤的鸭。嗯，2斤3斤。嗯。三汤匙，四汤匙。
骨汤汁。酱油我就用这个大笨酱的酱油啦，五七啊，吉祥的啦哈，它比较啊美啊，比较不会这样很黑啦，有点粉红粉红啊你啦。糖嘞，我要加那个糖哈，这是鸭哈啊，要两汤匙的这个糖。这是黑糖还是这糖？啊，这个啊是好的糖啊，啊好像红糖这样啦，哈哈哈。啊，这个是调味料啦，哈，来，啊盐也是有一点啦，哈，啊盐不要太多，啊因为不要太咸，哈，啊盐啊一点盐，一盐哈，我跟你们讲，你们煮东西盐不要太多，啊盐哈，好像哈你太多没有得吃，啊你不够，你等一下可以再加。嗯嗯，对，刚才那啊，还是那么多了，哈哈哈哈哈。你糖你这样去炒咯。哎，那个我倒油量下会怕烧焦咩？不会，因为我火已经关小了。哦。啊，关小了呢。啊，它我有加糖，糖下去，你看。它的这个哈很结结了咯，啊，变成好像麦芽糖这样啊，啊，五香粉啊，我就是放这样多哈，哎，这糖汤是在一汤匙，你看这样哈，啊，它的糖哈啊融了咯。这个鸭的颜色就是这样美，嗯，啊啊，你搞了这些了哈，你才放那个水去焖哈，焖一个半小时，好像一只鸭这种哈，要一个半小时才过火。这个是传统的卤鸭，但是以前传统的哈就没有这没有多这个材料啦，现在多这包材料哈会比较好吃，因为哈它的味道很香。以前传统哈卤起来哈，只是那个八角啊什么味道哈。现在因为哈有一些人是有本来有下这个冬龟哈一两片，因为有一些讲哈好像血压高啊什么，看到冬龟哈都不敢吃啊，就没有那个味道啊，没有味道哈。这个哈，你最好买一包这个材料，卤肉的材料掺下去啊，一定味道哈很浓很香。因为这个哈有一点盐了，所以你不可以哈下盐了。一包可以下到完了，哎，等一下哈，你放一点哈，汁多一点。然后到现在就是还是一直用小火呢。它到现在还是小火啊，到现在好了哈，我才放这个大火啊，放多多水啊，给它去焖。嗯，这样就不用怕那些材料啊，那些酱啊，炒焦什么哈。啊，黑酱油等一下不够可以再加。啊，你现在看到这样哈，等一下焖起来很美，辣辣辣，好像啊，人家要拜神啊，什么就要整只。本来这样整只卤哈是会比较香，又比较麻烦。你要吃的时候哈要来砍，好像你家庭要吃来讲哈，你可以砍了来卤也是可以，啊，是比较方便。你要吃就这样，看你一只要砍几片呐、啊，这样卤了就拿来吃啊，卤了哈它会出油。啊，它出油的时候哈，你慢慢慢慢火，它慢慢到出油的时候，你就整那个油哈，跟它哈慢慢摇一点起来，不要啦。然后现在这样子就是放这，啊、给它先焖了哈。一个小时多久啊？一个小时半了、啊。一个小时半。嗯，好，这个哈、啊，看到还不够黑，我再加多一大汤匙。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放多少？五汤匙啊，然后现在不够吗？哈、啊，它、啊、现在那个加到来哈，差不多一个小碗都要一碗的黑酱油啦。嗯，你啊不够黑，不够红，也不够美啊。卤鸭你要是说今天吃不完，明天哈、后天哈、越多天越好吃啊。你赶水放多一点哈，去焖呐。那是有时候大只哈，它比较老啦，比较老嘞啊，是好像讲啊。
焖哈要比较久，才会软。就不要这样啊，焖这好像啊你啊焖啊一个半小时不够，明天哈、啊、再焖也可以啊。你牙齿要吃硬一点哈、啊，也可以这样。等一下一个半小时我开给你们看哈。阿仁，最近你第一个视频破100,000 view 的那个嘿嘟多汤啊，嘿嘞，你有什么感想？你有想到做 YouTube 也出个一几百千啊你？我还没有想到啊，人家哈、啊、这样多人看我。因为、啊、我又手做受伤，又停了这样久，就不能过做、啊、现在我很感激大家、啊、各位大姐这样来看、啊、我就、啊、尽量想办法。我几天、啊、好像、啊啊、老天爷是有多容我这样啦、啊，我的手忽然、啊、会动这样、啊、我就想、啊、不如、啊、我来、啊、人家就、啊、讲、啊、问我可以不可以哈、啊，鲁伊斯呀。出来给我们看看一下，我们想要谁是猪鸭卤鸭、嗯、我是尽量啦，所以我今天、哦、就是明天过年了，今天年三十我尽量现在拍这个卤鸭给你们看、啊、谢谢你们各位的、收看、啊啊、等一下、啊、一个半小时好了、啊、我会再 开给你们看、啊、看那猪鸭、啊、完成了怎样美吗、啊、来我打开来看、啊、这个、啊、一个小时半了、啊啊、我好像也是有打开来啊，啊，好像缓一下这样啦、啊。你这里你卤的时候哈、啊，你要缓。这样不是讲你像放弃卤，然后就走人那种啦，要啊哈，要顾啦，要顾要顾哈。锅水要加水。啊哈，要加水哈哈、啊啊。啊，要加哈、啊。啊，你看，嗯、啊，可以了啦，因为我哈、啊、拿起来啊，这个字哈、啊，我就要过滤哈、啊。啊，美美啊，明天砍了哈、啊，要吃哈、啊，才再来加去再卤。卤沙也可以，我现在抓起来给你们看哈、啊。已经抓起来了哈、啊，啊，这只鸭很美呢，你看，啊，不可以卤到太干，太干哈、啊，它没有治疗啦。我们卤鸭都是要有一点字哈，才好看啊！我要除这个字的东西起来哈。华丽钱。啊，这哈啊，你要过滤起来，字才会美。我这个字哈，我要收起来，我要倒起来一个小窝呢。那我就这样倒了，我做饭哈。啊，我好像我煮惯了，我比较粗鲁啦，那、啊、我就是这样嘛，我就倒了啦哈、啊。啊，明天有油啊，它盛起来，我就啊不要那个油了哈。嗯。啊，它冷了锅，那油会浮。啊哈、啊，它会浮在上面来，啊，就不要那个油。要、啊、这个鸭哈、啊，明天啊你要啊吃的时候才来砍啊，砍到哈 啊一片一片啊，可以再炒烧也可以啦啊。就完成了啦哈，今天这个鸭哈啊，你看这个鸭很美，我这个字哈已经过滤起来了，嗯，这个字的味道哈，我试了是刚刚好，好像啊你们要吃咸一点哈，可以加一点酱油哎，那个酱青也可以啦哈，你看很美了哈，那、啊、你们就去买一只哈啊，加在家里哈，有空哈啊慢慢啊做一下哈，不会很多工的，只是这样啊洗洗这样放去卤啊。要关照那个时间，卤的时候你有时候要去缓一下，这样摇一下，才不容易大火哈、哦，它沉底，它会超大啊啊！给它那些药材哈、啊，放在啊蒜米啊什么放在下面那里哈啊，它整只鸭我呢，你看我卤没有超大，没有什么，整只鸭很美的哈啊，整只鸭哈啊娃娃啊。啊哎、好像人家有拜神啊，什么要这样拜神哈、啊，也可以啊，他不会啊怎样的。就我说拿那个绳子先绑啊。啊哈，那是要拜神哈、啊，你要啊绑了下去，啊你再去卤，嗯，啊它起来就很美啊，连这个熬起来我就没有啦，我是家庭是这样吃的哈、啊，我就整只去卤了，明天要吃我就来砍。嗯。不要多听哦。没有，就谢谢他们的收看哈、啊，啊就是啊新年快乐哈。啊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啊！下次再见啊！下次再见啊！嗯。
哇，阿妈的卤鸭非常好吃，记得点赞和订阅。Thanks for watching. Don't forget to like and subscribe.